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研讨《太上感应篇》汇编第十九句忠孝之十八，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两百零二页。我们看两百零二页啊，第七行，我们看经文。又曰：圣人言孝。 皆不是小可的事。李记云：“小孝用力，中孝用脑，大孝不愧。”夫子说：“圣之大孝，便说德为圣人，大斗受命。昏明是玩天之所生，以天视亲了。稀小的亲是何物。” 不是一团血肉之亲，我生与亲者是何物？不是一团血肉之我，也是圆坨坨、光亮亮，大家做一块的亲，亦是这个；天地万物亦是这个。父母生我一生，便要把生所有者，必劳而献之父母。 光是俱顺，若只去用力用劳，把那个出形象、服饰而一点空灵真骨血、无边宝贝，且抛下不理，可谓孝子夫。我是父母，又要将父母一枝一节、一念一动，下至剃度积障。 无不尽情成奉，而父母一点空灵真骨血、无边宝贝，却抛下不理，可谓孝子夫。故才说大孝，便是顺亲养志。顺亲者，顺其灵妙之亲也；顺其先天未分之亲也。其古末情事忠者。 为亲也，养志者，养其大公之志也；养其彻地通天包民以物之志也。其躯壳形骸中者，为志也。然要顺亲养志，又须成身守身，守身者，所取民善之身者也。 所其以达德行达道之身也，不然则竭力固养，柔言是养，亦为身也。能认真身，是能认得真亲，故曰：不成夫身，不胜夫亲矣。曾子之身，以真元之身，便闲隔了。 故守奉诸亲者，意思不同。今且以顺孝王想观之，王想之孝，至真至肯，不以先例。其不积以顺之不失不免者，若到孝以顺一，则王想便是尧舜了。 若到品地上悬，心量尚未完满，又难说。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。盖大舜从灵敏上认亲，王祥从福辜上认亲。大舜是古首，便是至神至圣、至仁至慈的。其要杀我。 要不使我起之心，都是后来习心，其真心言不难耳。贾老从其乱命，其快一时，奉承他习心，却把至神至圣至仁至慈的真父母，截断了种子，以心何堪？ 以信何忍？故百般维持，百般挑动，果现出真父母来。若王祥卧冰等相，故是天性笃志。难其所随顺者，秦氏之父母也。欲远王祥之身，未造于顺地位，故。 所论亦直此，此即是善之不明也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先念到这一段，我们再看啊前面的这个字句解说呢，这个啊《太上感应篇》汇篇呢，啊每一字每一句呢，其实都具有无量意哦，而且都是妙不可言。 古人呢，他们这些古圣先贤呢，他们的文言文的底子好，国学造诣很深，啊，他们也能够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所以这个《泰山感应篇》汇编的每一段里面的每一句或是每一个字呢，其实都是非常的美。那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呢，尤其是电脑科技发达呢。 我们读文言文就很吃力的，那更不要讲说呢要去领悟它的唯言妙义。所以我们这个忠孝呢，到今天为止呢是讲到第十八了。那为什么不厌其烦的呢？要这样详细解说呢？因为忠孝在整个《太上感应篇》汇篇里面呢，是根本中的根本，核心中的核心。 这两个做到了呢，净空老法师说呢，那你也开悟了。就忠孝做到圆满的话，他就是圣人。所以呢，这个圣贤呢，对忠孝非常的重视。诸佛菩萨呢，对于这一个忠孝也非常的重视。你看我们《金历三福》里面第一福，就孝养父母。 就摆第一个了，也就是说，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要从孝开始啊，也要向孝做基础啊。那释迦牟尼佛讲经四十九年，要入大内盘，在讲完这个法华经的时候呢，法华经是我们讲说开会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，法华经是叫你成佛，但是。 释迦牟尼佛在讲完《法法经》以后，入定三个月，入道立天宫，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报他母亲呢摩耶夫人养育之恩。那佛陀讲到一圣疗愈的法讲到圆满的时候呢，还特别强调一次佛门的孝经就是《地藏经》。那《地藏经》呢是讲因果。 讲大孝，同样的道理，感那一篇汇一篇，也是讲因果，也是讲大孝。所以呢，我们解释的很仔细的用意呢，就是要让各位同学重新认识这个文言文之美、古文之美。同时呢，因为它这个虽然是大部分的这些大德呢，都、就是。 儒家的这个修行境界很高的这个圣贤来写的，所以他们的遣词用句，他们的文章呢，非常的完整，非常的圆满，几乎你是无可挑剔的，而且意境很高。那张继呢也非常的美，所以现代的人呢，坦白说呢，要记住呢，要看懂这一步呢，不要说他是。 因果的基础经典呐、啊，你要看懂它呢，还真不容易。比较上起来，我这对这两本就是《太上感应篇汇篇》啊，跟《文昌帝君英骘文》呐、啊，《安氏全诗啊，好，暗示《安氏全诗呢就是周安世居士他著作的。 他呢，第一个呢是讲这个文昌帝君阴之文，那第二个呢叫做万善先知，第三个遇海回狂，第四个岛归极乐西归之子。那比较上来讲起来呢，啊，这个文言文的程度比较深呢，还是太上感应篇回篇，啊，那安住全师。 也是有些地方也是很深，但毕竟比起来呢，我个人觉得呢，感应篇比较深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呢，再来解释这个字己解释呢，让各位呢，我跟人有常讲呢，同时也在认识历史，也在重新认识这些圣贤。以前我们在当小学生的时候啊，国中生的时候啊，可能没有那么用功，所以呢。 果文程度呢？国语呢？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入。除非你是像蔡体希老师、像定定龙法师，好，他们这是大菩萨再来的，或是净空老法师，乃至于你再往前，印光大师、偶遇大师、莲池大师，他们每一位大师几乎都是儒家、跟佛家、跟道家都非常通达。 就是已经会通了，好，他们的这个国学底子都非常好，所以你看他们印光大师文超，那文章都非常非常的美，每一个字每一个记字都记住无量意。那只有大菩萨才有办法这样的，那我们现在是学习大菩萨，啊，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字迹解说呢，那。 这个第七行，这个小可，这个小可呢，就是细小、低微的。那么再下来，《礼记》云：“啊，这个小孝用力，忠孝用劳，大孝不愧。这整个句子呢，从哪里出来呢？从李《礼记》记一篇。 他这个呢，夫子说呢，夫子曰：“孝有三：小孝用力，忠孝用劳，大孝不愧。那么在《秦师之要》里面呢，也有引用这一段，《秦师之要》三六零里面呢有提到呢，啊，孝有三：啊，小孝用力，忠孝用劳，大孝不愧。诗词爱忘劳。 可谓用利矣。尊人安逸，可谓用脑矣。博施被物，可谓不愧矣。父母爱之，喜而弗忘；父母恶之，惧而无厌父母有过，见而不逆。父母寂寞。 必求仁者之士也，视之，此之谓理。那么这一段里面呢，啊，《情书之要》这一段呢，讲的比较完整，几乎把整个原文呢都写出来。那我们来解释《情书之要》这一段的这个文言的意思哈。第一段呢，就是说小笑用力。 忠孝用脑，大孝不愧，哈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想到父母慈爱养育之恩，我们做子女的呢，如果没有父母之身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到这个世界，哈，投胎不容易呀、啊，啊，佛陀跟我们讲，啊，夺人生呢如爪上土，就是佛陀跟阿难讲啊，你要来投胎转世啊。 尤其要到有福报的地方啊，有佛法的地方，那是难上加难他说：“能够得人生的呢，就像那个指甲里面那个泥土；那是人生呢，佛说呢，如大地图。尤其是你要到听闻佛法地方是不容易的，啊，所以要珍惜这个人生呢。” 能够听闻佛法，然后听闻佛法又能够接触净土法门，那真是难上加难了、啊。所以，我们想到父母的这样慈爱养育之恩呢，那我们就要懂得感恩，要懂得报恩。所以，你做子女的呢，你能够竭力供养，来孝养父母。那你自己在奉养的当下，你忘记了自己的疲劳。 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啊，哈，有些小孩子呢，啊，父母呢，可能比较穷困，或者身体有有障碍，或者有病苦，有些孝子跟孝女呢，就非常的贴心呢，会帮父母呢分忧分劳，甚至还要去帮爸爸妈妈呢做生意，搬满货物。 像我小时候，啊，家里穷呢，那帮父母呢捡那个地瓜叶，那推车呢推到啊我们宜兰那个罗东的市场去卖，卖一点钱又换成一些鱼肉回家，就过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三餐了、啊。那从我家要送到罗东市场呢，一推呢就要推四十四十分钟，将近一个小时。 啊，像这种故事都很多了哦，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长大以后在社会上工作，我们生活上能够孝养父母，让父母生活安定安乐，无匮乏，这个叫做用力，这是你尽到孝的第一步而已，啊，那么这个是呢啊，一般的芸芸众生都是这样，啊，这是就是这个叫做小孝用力，你要尽心尽力去。 奉养父母，这叫小孝，小孝而已哦，小孝用力。那么忠孝用脑呢？忠孝用的什么样呢？啊，照这个啊，嗯，这个《情书这里面的解释呢，他说，你除了尽孝以外，你还要发心呢，你尽你的本分，去帮助别人，去利益别人。那这个在我们佛法上讲叫，叫你还要发菩提心呢。 修六度行菩萨道，啊，使大众呢或者人民呢就能够仁爱修德。啊，那么比如说我们父子三宝，我们供养三宝，让大家能够啊听闻佛法、接触佛法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就让大众呢能够修习呢，这佛陀的智慧。 那这个就是修行呢，修行仁爱修德，那么让众生的心能够安住在道义上，这样叫做用脑。啊，这个、就是忠孝，啊，忠孝，这个叫做用脑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大孝不愧什么意思呢？你要发大愿。 那《秦师就在里面讲，你要广施德化教义啊，使四海之内呢，人人丰衣足食啊，人民呢各自安守本分，礼敬祭祀父母，使天下能够能永远保持孝心孝行的精神，这可称为不愧。就像大舜一样，像孔子一样。 像孟子一样，这些古圣先贤，他们就是什么？他们就是尽大孝，大孝不愧。就像我们现在啊，我们在读《伦理》，我们在读《孟子》，我们在读《大学》，我们在读《中庸》。啊，这个圣贤的法身慧命、法身设立，这个经典就是法身设立，都还在。啊，所以呢，像我那天佛义共修呢。 啊，我讲印光大师文钞给莲友听呢。那莲友事后佛一解释的时候，跟我讲一句话，哈、啊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那印光大师还在啊。欸”哎，他就有他就有领悟了。这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读那个经典呢、啊，就是圣贤跟佛菩萨的法身舍利还在。这个文字玻璃叫法身舍利。什么叫舍利？叫坚固子。 他修行的一生啊，如果坚持戒定慧，有些高僧大德呢，他修的很好的，对不对？他一生都持戒精年修戒定慧，他以后往生的时候呢，他土壁火化的时候，呢，会烧出很多舍利子跟舍利花，这个叫做舍利啊，好。那佛陀跟这些圣贤的这些讲的。 经典呢，就叫做法身舍利。那我来解释什么叫做不愧，啊，不愧呢？儒家他讲呢，说是仁义道德；佛家说呢，如来智慧德相，就是人人本有的智慧。啊，佛陀讲的，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果。 阅读民心，出定以后讲七载七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则因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得。人人都有佛性，本自具足，本自清净，本不动摇，本不生灭，能生万法。这就是什么？永不归化。如果佛有，你没有，那你要切化。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现前呢？因为我们有我知，我们有法知，我们有无名。也就是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没有办法破这些。我们还有贪嗔痴慢疑，我们有自私自利，我们有五欲六尘，我们有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就不能够开发这个心得。 怎么样才可以永不归还呢？怎么这样子可以不愧呢？不愧就是你没有切法。我有教育，儒家讲教育，佛陀也讲教育，所以我们叫佛陀的教育，叫觉悟的教育。所以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老和尚一再强调，其实教育的目的，就是让人家呢，众生呢，从。 断落修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，它就是一个教育过程啊。所以佛法的真正，佛教的真真正的核心就是教育啊。你怎么样把妄想之者放下来你是不是把习气改掉啊？把毛病改掉、啊，那就是一个教育啊。佛陀，佛陀的教育不是迷信呢、啊。老和尚说祈祷是有用啊，但是。 祈祷呢，它是治标不治本啊。治本是怎么样？治本就要教育啊，那就要觉悟啊。所以呢，你唯有教育，你才可以这个永不匮乏。那我们佛法讲呢，我们佛法的教育是什么？你如果破了执着，你正阿罗汉，叫正觉。 你破了这个分北，你证的菩萨叫正等正觉。你破了妄想，破了无名。那么你就无上正等正觉，你就是成佛了。所以这个过程呢，从阿罗汉到菩萨到佛，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。等到你破一品根本无名。 你的性德就流露出来，你就正法身了。所以你言教出处的菩萨，菩萨言教出处的呢，他就正德法身。那么本有的智慧德能就现前了，那六通也现前了。那么这个性德呢，一正悟以后呢，就开花出来以后呢，就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 如涌泉般一样，本来记者的啦，不假外求了。所以大经里面讲说呢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所以佛法呢，叫内点，是向内欣喜，向内呢来开发这个性德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能够破根本无明，你能够正得法身。 你本有的智慧德能，就一一现前。在大街里面这样讲：三明六通、十地、十八部功法，啊，这些是佛学名词，各位可以去了解。这些都现前以后呢，那就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我打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像进空法师，他今年八十八岁。 他到现在呢，啊，智慧得能都现钱了。所以老和尚讲经呢，啊，我们常常去亲近他呢。他到摄影棚里面去讲经呢，他用一本刻注，什么讲义也没有。他经文一摊开，老人家可以两个小时如如不动，不起一下滔滔不绝。我们这些业障重的众生啊，我们进去摄影棚啊，有时候还会打瞌睡啊。 有时还会眯一下，还会坐着，这个还会啊晃来晃去的。老和尚就是如如不动，八十八岁的老人家在那边讲近两个小时，为什么？他本有的德能现前呐、啊！你看他每天早上讲两个小时，晚上讲两个小时。 他不就是先给你看吗？永远健康长寿吗？他没有疲倦了、啊、所以他说我说我,我说,我,我,说我,我说，他没有任何执着分别妄想啊。然后呢，他又了了知了了见了，很清楚，很明白。 所以有一次呢，我在华山卫视啊，啊就陪老法师跟强定马法师，那老法师的客人来，他的老老朋友来见老法师。那老法师就请呢啊两位老菩萨呢喝咖啡。那我就亲眼看到啊，哈，那这个侍者呢，啊到那到那个咖啡，咖啡倒下去要到那个沙堂 那师傅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那糖会掉下来，糖会掉下来。你看这么微细哦，老人家都很清楚明白啊、哦。那侍者呢，就没有很注意。哎、欸，过来，果然整个糖包都糖都掉下来。师傅就很清楚明白啊。那有一次呢，啊，在在五斋的时候呢，啊，有一有有一盘菜呢是豆腐。” 豆腐，啊，有一位师姐就说：“哎呀，师傅，这个是臭豆腐了，这个是臭豆腐了。”师傅说：“不是，是豆腐，是豆腐。”吃下去果然是豆腐，不是臭豆腐。好，这佛陀也是这样，金空老法师也是这样，智慧现前，清楚明白，像一面镜子一样。 一个烦恼都挂不住，你看那个镜子啊，啊，来什么照什么，啊，你来中国人他照中国人，你走过去美国人他照美国人。镜子就是镜子的照性，就是我们众生的决心，它能够现象，它会起作用。所以呢，这个叫不愧啊。那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大笑呢？ 我们都从小孝，从中孝，再到大孝。那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大孝呢？要发愿做菩萨。那学什么呢？学《地藏经》里面的啊，婆罗门尼跟光目。啊，我特别把《地藏经》这一段呢，我引用出来。啊，我们来看经文：婆罗门尼呢发大愿，以结发定自在往如来塔像之前。 立宏誓愿，愿我尽未来劫，应有罪苦众生，广受方便，使令解脱。啊，那光目尼呢？光目尼呢？他发了愿是：十方诸佛慈爱悯我，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。若得我母永离三途、几世下见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，愿我至今日后。 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，切后百千万亿劫中，应有世界，所有地狱、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，誓愿就把令彼地狱恶趣、畜生、恶鬼等，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。我然后方成正觉。你怎么样可以见到大笑呢？你就要学地藏菩萨，你要学。 婆罗门尼跟光目，婆罗门尼的母亲呢，因为信仰邪见、写字邪见，常轻视三宝，所以堕五间地狱。那婆罗门尼呢，他就在结花定自在往如来塔像，在这个佛的塔像前面呢，他发这个愿说，他进未来劫。 所以菩萨菩萨界呢是尽未来际，这叫尽未来际哦。所以菩萨界不是只有一世啊，生生世世啊，因有罪苦众生，所有罪苦众生，你都要用方便法去度他，让他解脱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？如果有人给你度，稍微有点跟你意见不一样，你就掉头就走了，你就不理他了。 所以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广设方便，用方便法，比如说你带他朝山，你带他拜忏，啊，你带他读经，你度他念佛，你叫他去行善，你叫他去放生，这叫做方便法。最后就怎么样？要就近了要成佛啊？要往生净土啊？ 所以这个呢，实际上是婆罗门尼呢，在结法殿自在往如来塔向前，但是它有表法。地藏经里面有四根底我以前有讲过一段。婆罗门尼什么意思呢？婆罗门是印度的一种四四个种姓其中一个，他们是属于祭祀这工作祭祀的这种工作。所以婆罗门尼呢，婆罗门就是什么？就是慈悲，学慈悲跟清净的的人，女呢？ 代表慈悲。那婆罗门尼呢，就是清净。他们想要修梵，梵就是清净，所以婆罗门尼呢，他思想上是一个你众菩萨，地藏王菩萨因地的时候，但他表法表法是你想修清净慈悲的人，这叫婆罗门尼。啊，我在写如果一地当间修行，里面只有这个讲这个四根理。那么。 觉花定自在往如来，他是一尊古佛，他也是我们的我们的自信。觉人人本有，所以归佛叫归觉，归法归正，归身归清净，这是表法。所以觉呢，是我们本有的觉性，开花出来叫做花，所以花开见果，物无生，所以花这是智慧的妙用。 所以，如果你讲体叫 “body”，叫觉醒讲用叫智慧。所以，结花，我们的自信本觉，花就是智慧。那定呢？定就是我们的本具的禅定，人人都有，但是我们现在失去了。所以六祖大师说呢：“自心不乱，自性定。” 你心如果不乱，那就是定，那就是定了。你能够有慧又有定，那就得到三昧了。我们叫定慧等持，对不对？结花叫做慧，加上后面的定，定慧等持又怎么样？你就得自在了。自在就是解脱啊。什么叫自在？没有烦恼就是自在啊，没有障碍啊，心里没有挂碍啊，叫结花定自在。 那什么叫王呢？王就像一个城门里面，你可以自己当国王。我们这个身体呢，像一个一座城，你看它有个嘴巴城门，眼睛呢可以瞭望，所以它就像一个身呢，就是一个一个城一样。所以在里面做王，有一个决心呢、啊，明了以后叫灵魂呢、啊，所以王在。 佛法里面的表法，自己可以当家做主。这个城里面城主最大，所以城内的主人，这个身体的主人是谁呢？我们的主人翁啊，我们的觉性呢，在哪里？就像你在听法，这个心如果不明叫觉性，明了就叫灵魂、啊、叫三魂七魄。这是道家说的，佛家没有讲三魂七魄啊，佛家讲神事啊。 阿赖、啊、也是啊，结花定自在王。如果你前面结智慧定都有了，也自在了，你自己可以做主了，就觉花定自在王。如来呢？如来就是佛啊。如果你讲体的话，是我们的性体呀、啊，啊。如果你讲妙用的话，释迦如来、阿弥陀如来啊。 讲相是可以这样说、啊，如果讲体的话，如果就是我们的佛性呢、啊？那塔呢？塔像是什么？像我们在印佛像啊，我们刻佛像啊。那塔呢？塔就是我们的大雄宝殿啊。所以塔像是什么？塔像就是表法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色身啊。那你发愿以后，这个叫变成菩萨身，就是愿力身啊。 所以，结花殿自在往如来塔像，是指什么呢？指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本有的智慧啊！你这一念心呐，发愿，所以我们发愿跟谁发愿？跟自己的自信的三宝发愿啊！但是我们现在迷了，我们是凡夫啊，所以我们跪在佛像前面发愿啊。那他是已成就的佛啊。那你发愿以后呢？ 以成就当成就，未成就嘛？那我们将来会成就吗？所以呢，结花定自在王如代他的表法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光目你呢，他怎么发愿呢？他说：“请诸佛菩萨呢，你来临命我，听我为母所发广大的誓愿。”啊，所以要常常发愿，像我都是在常常发愿。 所以我以前九二一地震的时候呢，啊，正解金色，隔壁就接地持的最好是正解金色。那台湾的这个比丘尼里面接地持的最好的呢，啊，就是南岭金色，他们都是南山绿的，就钟南山道宣律师的这个法脉下来的，啊，在台湾呢保存的很好。大陆钟南山，我们立中的祖师呢叫道宣律师。 所以他们这个呢，这个“南”呢，“南岭”的意思呢，这这个有终南山成道者如岭那种意思，啊，自我勉励、自我鼓励。那么他们他,他们在台湾的九欧一地震，整个佛寺都震垮了，他们透过连流来找我，啊，我去帮助他们重建，我就发了三年的大愿，把他们整个重建起来。 啊，三年之内呢，也募了一千多万，根本重建起来。他们现在也都在盖律学院呢、啊。我那时候画了什么院呢？啊，说南方世界永相云，五百地藏护南陵。南方世界是什么？在《地藏经》里面的表法，南方代表增增长，就是金金方。所以南方呢，增长天王。 我们讲东方呢持国天王对不对？南方增长天王就是精进，所以南方一般来讲，《地藏经》里面讲南方都代表光明方，光明精进的那个方向就叫做南方，是吧？南方世界就是什么光明的世界、精进的世界。永相云，什么叫相云？相云盖菩萨模糊上，相就是我们的本具的五分法生相。 界定会，卸脱，卸脱之见相，云呢？云我以前在讲经都讲过，它代表什么？空有不二。你在地上看有云，飞机飞上去，空的，空有不二，代表我们的心。所以云代表清凉，代表自在。所以我说南方世界永相云，我们自信涌发出来的，涌现出来的这个香云。 五百地藏护南里五百位地藏菩萨来护持你们。结果后来我三年以后参加那个重建他们这个南岭精舍的这些功德主，算一算五百个。这个在佛陀那个时代，啊，常常会有什么五百罗汉呐、啊，五百弟子啊，五百圣人呐、啊，有没有？都常用五百啊。 这是真的，有时候也是很不可思议的，所以要发愿啊。比如说你，你一天要念一一万声佛号来发愿，那你不能骗佛陀啊，所以你发愿就要照愿走但是发愿呢，你马上就得到那个福报，所以呢，这个。 光目女，她就是这样发言。她说：“如果让我的母亲能够永离三途，她的母亲如果离开三途、三恶道以及下贱，乃至于女人之身呢，永劫不受着，永远不受的话，我今之后，我对亲近莲花目如来向劫，我百千万亿劫中呢，所有的世界、所有的地狱、三恶道众生，我都要去救他。这是事项上啊，啊，表法呢？表法是什么？” 若得我母永离三途，我母是什么？我以前跟各位教过啊，这个母是什么？就是根本呐、啊。所以人家问你说，啊、呃，释迦牟尼佛，他出家前叫什么名字？你说悉达多太子，对不对？那我就问你说，那。 悉达多太子的母亲是谁？你说摩耶夫人呢、啊？啊，佛陀的母亲也是叫摩耶夫人呢、啊，好，那我再问你说，那佛陀的母亲是谁呢？你就你就不能再说摩耶夫人了。你要说佛陀的母亲呢、啊，就是大智慧登彼岸，摩诃波罗波罗蜜多。 所以呢，我母是母是什么？在地藏经里面讲那个母啊，它表法呢，代表我们的智慧。所以你看，大势至菩萨在《的文通章》里面讲，如母一子。佛呢就像母亲一样。如果你听不懂，那佛陀就跟你讲说，佛啊就像母亲一样。我以前常常讲过说，小我们就像那个不乖的小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迷失了，跑掉了，学坏了。 不守五戒了，沉沦了，那我们就像那个调皮的小孩子一样嘛。那我们警察把小孩子抓过来，犯案的小孩子抓过来，他母亲就讲：“哎呀，我小孩子没有那么坏的，但是被别的小孩不带坏的了啦。他很乖的，他本来不会吸毒，本来不会偷了。”哪一个母亲不是这样讲呢？佛就是这样救你的。你再坏，佛还是要渡你。所以阿弥陀佛呢，他就是等世众生，平等的。 对待众生，所以这个我母呢，就是我们本有的智慧。这样过就明白了。若得我母，我本有的智慧，永离三途。哎，如果你本有智慧现在你怎么还会到三恶道？怎么会轮回呢？那当然是永离三途了，永远离开三恶道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怎么会下贱呢？下贱是有因果的、啊。 他前生傲慢呢、啊，那今生就下贱卑微了。那你邪佛开智慧了，你都有智慧的佛。我们讲皈佛两足尊呢、啊，福慧福德跟智慧最尊贵的啊。那皈法离一尊呢，那皈生呢重重尊呢、啊，大众里面最尊贵的、啊。所以这个。 你如果开智慧了，你怎么你一定是珍贵的，怎么会下贱呢？所以，若得我母，就是你开智慧了，永离三途，永远离开三恶道，以及下贱，乃至女人之身。女人在想什么？女人不是现在各位在听听这个女众啊？说哎呀，我变成女生了、啊，变成女生有两种，一个是业力，一个是随愿花愿的，她要实现女众生度众生，啊。 女人之身是什么呢？女人就是情子重的众生啊，表法情子啊。男人也会有情子重啊，对不对？男生有很情子很重的、啊，女生也有啊。所以女人之身代表什么？贪欲、贪爱、淫欲、爱欲很重的情子众生，都叫女人之身。 所以，若毒我母，如果你得了智慧，离开三恶道，尊贵不会卑贱，又可以离开放下情执，永劫不说这些东西都跟你无关了，永劫不说你就算到人世间来，成年再来，这些东西对你都不影响哦。你像净空法师，他就是这样啊，他就若毒我母，永离三永离三毒，即是下界呢。 以及乃至你的自身，老和尚他情子已断了。情子不是只有男女关系啊，财色名食睡，对感情放不下，这都是情子啊。有些老菩萨会执着孙子啊，有些人会执着父母啊，永劫不说者。那么。 愿我至今之后，对亲近莲花目珠来，亲近莲花目珠来也是我们的信德啊！近我们本有的觉性，莲花就是我们的智慧，目就是我们的智慧眼，目就是眼睛嘛，我们的智慧眼。这个亲近莲花目珠来也是我们的自信。切乎百千万亿劫中，应有世界所有第一级三恶道诸罪苦众生，誓愿救拔。你成佛了，当然也是道家慈航救众生了、啊。 所以呢，以上我用婆罗门尼跟光目尼呢来表法发大愿，就是大孝不愧。啊！你看，如果从佛家的角度来解释，哇，那个就是非常圆满。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一段，这个小孝用力，忠孝用劳，大孝不愧，里面有提到：父母爱之，喜有佛望；父母恶之，惧有无怨；父母有过，见而不逆；父母寂寞。 欲求人者之术，以示之啊，此之为理。父母喜爱我们做子女的，一定是高兴，而且不敢忘怀；父母嫌弃我们做子女的，应该身加警惕，而不要有埋怨。父母有了过失，我们要委婉，啊，委婉的劝谏，而不能够忤逆。父母去世之后。 我们应该用他平常吃的食物来祭祀他，这才是有始有终的孝亲之礼啊！在《弟子规》里面也有读到这一段：“亲所好，力为具；亲所恶，谨为去。”父母亲喜欢的，我们尽量给他提供，满足父母亲的需求；父母亲不喜欢的，我们尽量把他排除。 亲爱我孝何难？如果母亲疼我们，孝顺不不困难。亲憎我父母亲不喜欢我们，讨厌我们，那正是你表现孝顺的机会，孝方贤。亲有过，见始更。父母亲有过错，改天再跟他说。一无受则无声。我们要在声色上要去调解，用好的态度、好的表达方式来跟父母讲话。 见不入，越复见。如果你跟他欠见还不能接受，啊，那我们就要起一个欢喜心，好，下次再跟他讲。啊，这弟子规》里面讲的很清楚。那接下，来，夫子说：“顺之大孝”，到一直到下面便说：“德为圣人，大都说命。”他这整句呢，是从《礼记》《中庸》出来。 我把它原文读出来一下。子曰：“顺其大孝也矣。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想之，子孙保之。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路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才而笃焉。灾者培之，勤者复之。是曰：家乐，君子献献，令德。” 以敏宜人，受禄以天，保佑命之，自天生之，故大德者必受命。他整句从这边出来的。那么我来把这段文呢把它讲白话。好，这个就是《太上感应篇》里面讲的，所谓善人呢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，众邪远之，神灵卫之，所作必成，神仙可迹。同一个意思。 舜，顺他是一位大孝。那么他的德行呢，成为一位圣人。我们前面有讨论过，他父亲叫他去修房子，然后把梯子拿开，然后再从下面要放火烧掉房子。然后他父亲又叫他呢去挖那个井里面的泥巴，挖上来以后再把泥巴往下倒，要把他活活的淹死。他弟弟呢，像。 又很傲慢，他的母亲，哈，又很嚣张跋扈。大顺的家里有三位恶人，上回我们讨论过。你看，顺呢还是这样去孝顺他的父母，所以他可称为大孝。所以呢，顺的德行呢，成为一位圣人。那顺的德行呢，很尊贵，所以被人家推荐给尧。 因为咬了儿子丹珠呢，啊，就很叛逆，所以就并没有把地位传给他的儿子丹珠，就呢传禅让给这个舜，所以舜可以做天子，好，我们刚刚讲的啊，这个必得其位嘛，那必得其禄嘛，好，那四海之内呢都为他所有，因为他一国之君了嘛。 那么他的父母呢，也可以入这个宗庙呢，得到技术啊。那祖孙保住呢，就是顺的祖孙呢，可以保有这个福德遗运啊。所以有大德行的人，必定能够得到他的大位，必定能够得到他的后路，必定能够得到他的盛名，必定能够得到他的长寿。这四个都是世间人所要的东西。 如果你不懂得了凡四性，如果你不明白以境一功一造神迹，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得到这些东西，不管是财富，不管是地位，不管是这个为了这个舍身，你想求长生不死，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有怎么样？我有德行。 可以得到那个大位。那我们佛法上讲，种善因得善果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佛门的这些祖师大德，乃至于佛陀，他们都舍弃这个王宫王位不要啊。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帝王之家，净饭王的儿子啊。 达摩祖师是禅宗中国的初祖啊，达摩祖师也是太子啊，也是帝王之家，他不做国王啊。安世高大师也是投生在波斯，现在伊朗啊，也是太子啊。我们中国大陆九华山的金地藏菩萨，唐朝的金地藏菩萨。 金乔姐，菩萨，韩国的新罗太子啊，他也是舍掉王位啊，所以他一定可以得大位的。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提了很多啊，他说：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，如果你没有往生净土，而你所修的福德，你在第二世到人间来，很容易得到富贵。 富贵之身，比如说害死这个叶辉的秦侩，印光大师说呢，他是前世呢是雁荡山的三生，你看现在来当宰相、啊、但是德行不够啊，所以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啊？ 他过去是种什么因呢、啊？这次是得什么果啊？所以你看他当大官，他一定有当当大官的因啊，是得大位啊。那么有这个德行，他就会想说得到那个福报。但是菩萨呢，他有福德，不受福德，他能够去利益他人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讲台湾的长龙航空、长龙海运、长龙企业。 张荣发先生，我常用他做比喻。他好几百亿的身价，世界哪个地方都有他的这个船队。你看他创办这个长隆张荣花基金会，啊，救济贫苦的人，创办《道德》杂志，啊，宣扬传统文化。 他得到那个大位啊，他也得到那个货路了、啊，但是他有没有去享受那个钱？有没有去这个啊，过着奢侈的生活？没有啊。他不断去帮助穷苦的人呢、啊。他得到他的货路福报，但是他做到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菩萨有福德，不受福德啊。因为菩萨已经觉悟了，他就不会再。 迷惑在这个五欲六神里面呢、啊，财色名事税里面呢、啊，他怎么还会用那个财富去造业呢？这得到他的后路啊，必得他的圣名呢、啊？你看很多人都知道张荣华先生的大名呢、啊，他是个大慈善家，而且要求自己跟自己的子女非常严格啊。你看他子女现在都能够继承他的事业了、啊。 那他也讲得很清楚，他的钱不不遗留给主孙啊，必能得到他的圣名啊。他不执着了吗？你跟他讲了，讲了他的名字，他不会这个自得意满了吗？他不会骄傲了吗？所以必得其圣名。那必得能够得到他的长寿。你看他现在很长寿啊，八十几岁啊，还在为了众生啊。 所以呢，这个有大德的人，他都得到这四种福报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有德行的话，我们称他叫什么？叫做德不配位，所以必有凶灾，必有洪祸、灾祸啊。那么，再下来这一段的解释就是：天生万物，上天必然因万物本质，那么上天会去厚待他。就是我们前面有读到的那一段，就是。 啊，这个天之生物呢，必因其才而笃焉。栽者培之，勤者扶之。是曰家乐，君子现现令德，移民宜人，受禄于天，保佑命之，至天生之。啊，故大德者必受命。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，啊，天生万物，上天就是会依照他的。 这个万物的本质呢，上天会去厚待他。啊，如果他是一个有德的人，他有有德的这个气质，那就会让他知喜成长，去培养他。如果他是无德邪行的之气，便反而呢，会让他由善呢，最后天地来请付他。所以《诗经》里面讲呢，他说：“良善和乐的君子。” 深厚又好的德行，他是非常的显著的。他的德风哈、啊，让大家永在。啊，移民又移人，每一个人都喜欢他，每一个人都尊敬他，这叫移民又移人。他受到上天赐给他的厚禄，还得到上天的保佑，命他做人间圣人，这是上天慎重的给他的，所以大德呢，必定领受那。 天命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翻过来，啊两百零三 A 第二行，圆陀陀光亮亮，好，这个如果这句话呢，它的解释，如果不用佛家的角度来切入呢，是很不容易去明白说圆陀陀是什么东西呀，啊。 它是禅林，就是禅家的用语，好，它是形容物质言行呢，禅家用这样来形容我们的心体，我们的心性是圆满、无边无际的，没有边际的。所以圆陀陀呢，就是我们的自信、我们的觉性、我们的佛性。那自信呢，我们提的很多。 那这里呢，我就引用黄念祖老菩萨《无量寿经》大经解里面，他的注解里面有提到这一段呢：圆满成就第九品呢，啊，佛告阿难，法藏比丘修菩萨行呢，积功累德，无量无边，以一切法而得自在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。这一段在讲什么？讲法藏比丘他修菩萨行，积功累德。 那么他的德行呢，无量无边，而且呢，法藏比丘呢，他成佛以后呢，以一切法而得自在。那么那个境界呢，不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。那这个是讲这个法藏比丘的因地跟果德，果德就是他的这个果地的这个结果。 所以这段我觉得黄念子老居士呢，他注解的很好，我特别把它引用呢来解释“圆陀陀光亮亮”，就是我们的自信。那么黄念子老居士说呢，一切自在就是一切无碍，所以我们学学佛学到后来呢，我们是从理无碍到事无碍，理是无碍，事事无碍，也即呢一切圆成。 我们刚才讲结花定自在往如来，那个往就是自在。那自在呢，就是没有障碍、无碍。所以你智慧开出来以后呢，你就没有执着分别了嘛。那你就不会住相生心啦、啊。你对于六根接触六尘，你看到任何事情，你听到任何声音，你无碍啊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哦。 我们听到好的声音的时候，赞叹我们，我们就很高兴哦。人家如果批评我们的话，嗯，表面上笑一笑，内心很痛苦哦。然后变成什么呢？表面上是强颜欢笑，内心呢是气到不行，有障碍了，就不是无爱了。那你做的也不安稳，吃的也吃不安稳。 眼神也不对，动作也不对啊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你不得自在啊！你执着了，你住相生心呢、啊？你心有所住了、啊、你攀岩了、啊、讲白了，你心动了、啊。六祖大师里面讲的「轰动、欢动，不是仁者心动。 跟别人都无关，跟你自己有关。你会一直以为说他说那句话，他造成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其实是跟你有关。你要不执着，他讲什么话，你如如不动，不起一向啊。你无助身心呢、啊？可是问题我们做不到啊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圆满成就、开发这个心得。 如果开花成就了，那就融通无碍，所以叫做自在啊。这个自在是这个“自”是什么？黄念祖老就是解释很好，解释的很好，自信。所以呢，叫做自心。所以我们读《心经》里面讲，各位都会读这段《心经》的：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”人人都会念。 但是呢，你只要六根一接触六尘呢，啊，你只要你只要一看，你就不自在了；一看就喜欢，一看我就不喜欢，你就不自在了。所以你有五阴苦啊，所以你就没办法度一切苦恶了。啊，那为什么观自在菩萨他可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呢？ 他已经破五智法智了嘛？他正得生波若嘛？什么叫生波若？生波若就不共波若啊！只有佛跟法身大事，所证得的那个法身开悟以后那个智慧叫生波若。他为什么叫不共波若呢？他不共声闻缘结。声闻缘结只是正解而已，他叫智慧。 《地藏经》里面讲叫智慧，活菩萨的智慧叫大智慧，他境界不一样，哈。所以呢，生甚深波罗就是法身大士破根本无名的活菩萨，他所证的叫生波罗。所以行深波罗波罗蜜都是他已经落实了，行深就他做到了，他。 六根接触六尘，他能够如如,如不动，不取一相。他无障无碍，四十五万，所以他能够呢照破无因。我们一般叫观察、观照、观照波罗嘛哈。那有禅定功夫的叫照住。那定功呢成熟了，因即。 生定、因定、发慧，智慧就开了啦，那照见，见到了，见到自己的自信了。那智慧一开出来以后呢，就没有苦乐其是色、啊，因为你就没有善恶对待啊，没有好坏的对待啊，啊，那就是度一切苦厄了，没有真爱了，所以以一切法而得自在。 所以我们要了解佛陀为什么说法，在《法华经》这一段呢？黄念主要就是特别把它引用出来。我把原文念一遍，法《法华经》引诸佛所以说法，意气难解，所以则佛我以无事方便，种种因缘，譬喻言辞，演说诸法，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，唯有诸佛乃能知之，所以则佛。诸佛是真，以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” 舍利佛，因我民诸佛数真，我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世。诸佛数真，一令众生开佛之见，是得清净故出现一世。一世众生佛之自见故出现一世。一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一世。一令众生入佛之境道故出现一世。舍利佛，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。 出现一世，上明诸佛为一为因一大师因缘，开始误入佛之之见而、哦、出现一世。我常跟各位以前讲经一再说过，什么叫做知见呢？什么叫佛的知见呢？我用那个酸辣汤做比喻，你知道酸辣汤是冷的，是热的，是温的，是凉的。 那个知道的第一念，你舌根碰到那个酸辣汤的第一念接触了，你的你的觉性、你的自信会告诉你说，它是冷的、热的、温的、凉的。那个第一念的知，就是我们的灵知性，就是佛知佛见。但是问题出在第二念，因为你有习气毛病，你有执着分别。 你有妄想，所以当你第二念的时候呢，你根本见不到，你就说啊，这是冷的，我不要吃，也没有人告诉你啊，你就知道它是冷的、啊，那不好吃，我一定要吃肉的，你没有吃肉我就不吃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你没有煮醉道菜吃他就不吃，也没有人教他就会啊，为什么喜气呀、啊，钱是带下来的，啊。第二念就走样了、啊，就变。 三心二意啦，那知足就来的啦，那毛病习气就现前啦，那就佛变凡夫。第一念是佛，知道的很清楚，很短，一下就不见了。第二念呢，习气跑出来，佛变众生，从天堂掉到地狱，觉了以后马上被迷，智慧变成烦恼。 我不要，马上是生气了，情绪就不好，整天闷闷不乐，吃不到那个东西，他闷闷不乐。我上次不是讲一个故事吗？一个单亲家庭的爸爸，他照顾两个女儿，小小的小小学女生他，她跟她爸爸说：“我要海鲜面。”她爸爸给她点羊肉面，她就不吃了。她吃到不吃以后，她爸爸就。 责备他了，逼他睡觉了，他就打电话给警方报警，说家暴，说爸爸家暴，警察来了，说，我老早就警告他了，我要报警，没有人叫他。第二链呢，奇迹就跑出来了，就迷而不解变成什么？变成邪知邪见。 那个邪不是说我们一般以为这个邪好像是鬼怪啦，好像妖魔啦，我们把人都讲的好像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这个人邪知邪见，你、哎、这个人是邪魔邪呀、啊。我们讲说，正知正见，邪之邪见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跟鉴定会有关的，叫正知正见；如果你跟鉴定会无关的，跟贪嗔痴相应的，都叫邪之邪见。 所以呢，贪嗔痴叫三毒，又叫三恶嘛。所以贪心就变恶鬼嘛，诚心就斗地意嘛，吃就变成畜生嘛，一吃变畜生嘛。所以到三恶到七的原因是因为贪嗔痴嘛。所以你第六念，你就变成邪知邪见了。所以佛陀为什么呢？这个世间说法四十九年。 讲三藏说不干什么？就要叫醒你呀、啊！回复你父母为生前本来的面目，这个佛知佛见呐、啊，开是无日啊！开启三藏说不的经典呐、啊，按照你个人的根器，你选择一个法门切入啊！有八万四千法门让你选呐。 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到最后倒归极乐。啊。开，开启这个所有一切各种法门，让你讲众生有病，就是我们烦恼嘛。佛陀就开药方，佛陀是大医王嘛，开药方嘛，来治疗你的病嘛，治疗你的执着嘛。开是佛陀示现给你看，他在人间成佛。 他是悉达多太子，最后说法四十九人在菩提树下证果、悟道、开始他视线给你看。悟佛陀叫你，最后就是要误入佛之佛见，你要返迷归悟，你要转凡成圣。 这个叫做悟，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：九修百千劫，啊，悟在刹那间。所以开始悟，最后呢，入佛之佛界，你就登堂入室的嘛，做到了嘛。你把执着放下来，你把分别放下来，在破饼根本无名。 你就入了吗？你就证入法身了嘛，入佛境界了嘛，那就开始悟入佛知佛见了那我们现在因为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呢、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像六大士这样啊，见性成佛啊，所以佛陀就特别慈悲，开是一个方便法门，不请自说，说佛说阿弥陀经。 用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叫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大业往生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引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里面有提到这个《华华经》这一段。那它里面经文讲说，《无量寿里面有讲说，慧言分别之所能知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智慧的东西呢，它是言理道断。 禅宗里面讲“言里道断，心行除昧。法藏果觉就是阿弥陀佛，十会以言所能宣，一会众生生灭心，思两分别，知所能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众生呢，都是用八识五十一个心手。我们用第六识的分别，第七世的执着、莫纳，第八世的阿赖也是。所以禅宗里面讲离心意识参。 所以语言呢是个方便，我们一一般就是以指标月，我告诉你所住的所住的，告诉你说月亮在哪里，以指标月。但是语言不等于波类，所以你懂了很多佛法，那你只是认认识很多佛学，但是知识，但是知识不等于智慧，智慧是要破我执破法执。 要把执着放下来，分别放下来，烦恼要破一瓶无名，你智慧开出来，他就离开痛苦了，离开苦乐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啊，黄念藻就是说呢，唯有如日跟如如智呢，非凡情呢所能测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你只有破我法二执。 破根本无名，明心见性，往生净土就可达到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？啊，圆陀陀光亮亮，就是讲我们的自信。再下来，碧楼第三行，碧楼就是包包跨、揽跨，啊。那么聚顺，聚顺呢？啊，就是团聚和和顺，这表示家庭和睦美满。 那服侍呢？第四行服侍就是侍候。那么第六行基帐，这个基帐就是父母亲坐的地方，桌子、锁杖哈，都是老人家用的。最后一行古墓，古墓就是埋没。再翻过来，二百零四页。 包民以物，这个包呢就是动词，鱼呢也是动词，就是以什么为同胞，以什么为同辈的意思，叫民包物以。也就是说呢，世间的人呢都是我的兄弟，都是我的同胞；万物呢都是我的同辈，就是。 妨碍一切人跟物，还是人皆些爱。所以佛陀呢，在开这个大智慧以后呢，佛陀讲一句话，他说呢，一切有情无情呢，同源种智，就是包明一物的这个境界，好。那么再下来，成身这个成身呢，它是以自成立身形式。 那么他是从《礼记·中庸呢》呢这段文里面出来的。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成；不顺乎亲矣，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成乎身矣。那么这段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：“你孝顺父母呢，要有方法。反求知己，就是你要求自己。如果呢自身不真诚，便不能够孝顺父母。” 那么，如果你要真诚呢？真诚本身也要有方法。你不明白道理，你明白道理又要干什么？你放下你的执着，改掉你的习气嘛，那你的真诚心就会出来了。所以，我们发菩提心叫做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啊。那自诚心也是菩提心啊。所以，你道理明白以后，你习气改掉了，毛病改掉了。 执着放下来了，你的真诚心就出来了。所以印光大师一再强调，一分恭敬得一分功德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功德。你看，印光大师一直强调这个“诚敬”两个字。要怎么做到呢？我们要孝顺父母，要尊敬师长，每天每一个时刻都要这样。那我到香港去。 参学呢，我就深深感受到弟子对师父的尊敬，那就是什么？敬师，尊敬老师。所以老和尚只要，因为老和尚会回到大普，大普那个这个六和园嘛，啊，老和尚是在大普讲经嘛，然后他到讲完经，他就回到六合园去安丹休息嘛。 那么老和尚就会上车，那侍者就会开车。那么众弟子呢就会合掌呢，恭送师父呢回辽，那师父的车子就会绕一个山，那个大补那个金色呢有一个弯度弯上去，那就是我们警察的术语叫目以目送，啊，就是师父还没有来讲经，就在师父的疗房门口合掌恭迎师父，陪着师父去讲经。 不管是刮风下雨，不管是天气多热，每天就是这样。啊，那师傅上车呢，就是很恭敬的恭送师傅。所以，如果你看到叔以前在教育协会，在香港哈，在市中心那个佛图教育协会讲经的时候，哦，那个香港的街道本来就很小很窄啦、啊，哦，那人挤的很多啊，尤其是大陆的人流特别多啊。 大多大家都想见老老法师啊，啊，这就是诚啊。如果你诚心没有出来是怎么样？你习气重，你不明白道理，你道理明白了，你就会改掉习气，那真诚心就出来。所以人是可以教的好的啊。如果你。 真诚不能够做到，那表示你不明白善的真理。所以，你真诚本身呢，啊，要去明白它。那这一段里面讲呢，他说成“诚呢是天的道”，还是儒家的解释了、啊。那如果我们用佛法的解释呢，我们讲说“天道天道”对不对？如果按照佛家的解释，“诚呢”是我们的信德。那这样各位都听懂了。 他这里讲“成是天的道，那有时候你会弄不清楚天的道啊，什么叫天的道？啊，就是信德了，人人本具呀、啊，啊，去求这个成的人呢，叫人的道。那如果用佛家来解释说，想要去开发这个信德的这个自诚心的人呢，就是菩萨，啊，这人的道，是这个意思哈。啊 再下一段哈，这个成呢是不用勉强而可重，不用思想而可得，是重重融融的，中得到那便是圣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儒家解释说成呢，不用去勉强可而而可重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佛家讲的，直下会起，你要去悟，啊，你要真诚的去付出去做，去做到了，那你就可以做到成。 不用思想呢，思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心意识，第六是分别，第七是执着，第八是的阿赖也是，啊，那么重重容容中的道呢，就是你要去悟，那就变成圣人。好，再下来民善，就民夫善行。好，那么再看呢这个达达德，跟达道，达德呢在儒家讲呢就是。 通行不变的道德，叫达德。那智人勇呢？就三达德啊，智人勇是三达德。那求学问的就近乎知，你努力的去求学问就近乎知，努力的去实行就近乎仁，知道羞耻心就近乎勇。啊，那么知道这个智人勇三三达德呢？那么。 你就可以呢，知道修身的道，就知道做人的道，知道做人的道以后呢，你就知道怎么去治人，所以知道，所以治人的道，那就知道怎么去治治理国家，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这个道理，啊，所以治人勇呢是三达德，那达到呢，达到就是公认的准则，叫达到。 那《礼记·中庸》里面讲呢，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坤地也，朋友之交也，这五者，这天下的达道。那我们用用通俗的时候呢，是共同的标准。做人要做到这个，这个五者呢，啊，这五常，就是君臣有义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。 兄弟有替，朋友有信，这个叫做呢，达到啊，达到，我们再看下面，故养，故养就是孝顺，奉养父母啊。那么着眼呢，着眼就是荷叶的脸色。那么饲养呢，就是奉养。那往下看，这里不成乎身，不顺乎亲矣。 不成乎身不胜乎亲呢？这个是出在《礼记·中庸》。他的原文是这样：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成；不顺乎亲以成身有道，不平乎善，不成乎身矣。啊，这个刚才我们有解释过了哈、啊，就是说孝顺是有方法的啊。如果你呢，啊，你的你的你的自身呢不真诚。 你就不能够孝顺，那你不真诚呢？是因为你不明白善的真理，所以你你真诚就做不到。他这个意思就是不诚乎身呢，不顺乎心的意思是这样，啊。那么再下来，曾子，曾子呢，就是曾曾呢，就是孔子的弟子，他很孝顺。相传呢，《大学》是他做的，那么《孝经》呢，啊，也是他做的。 他传给子思，子思呢再传给孟子，所以呢，人家称这个曾子呢叫宗圣，啊，祖宗的宗，宗圣。那曾元呢，曾元是，也是春秋鲁国的人，他是曾参的儿子，曾子的儿子。啊，那接下来这个。 玄格呢？玄格就是相隔很远，相差很大。奉之亲者，那么再下来看这个王祥。王祥是二十四孝里面的其中一孝，他是三国魏朝末年的西西晋初的人。他对他母亲非常孝顺，他母亲生病想吃鱼，天寒地冻。 王祥就把衣物脱下来，倒在这个很冷的这个冰上呢，卧冰，就得到利益啊，在后世呢列为二十四孝之一呀、啊。那后来他也有去当官了哈、啊。那不思不免，这个不思不免呢，是出在《礼记·中庸》呢，“成者不免而重，不失而得。” 从容中道，圣人就是前面我们提过的，好，不是勉强得到的，不是思维得到的，从从容容呢就可以相应了。中道就是相应了，那就变成圣人了。啊，这个前面我刚有提过啊。那为什么他不用勉强而重呢？不用思想而可得呢？而且是从从容容中的道呢？中的道是什么意思？佛家讲就是开悟了。 我们讲以念相应，以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刹那相应就弃入，但是悟或起修呢？所以有信悟，有解悟，啊，有正悟，它这个悟有很多种，啊，有小悟、中悟、大悟，哈，啊，一般的，因为我们都有这样次第修上来嘛。那这个呢，为什么它不是用勉强的？ 你要悟，为什么不能用勉强？为什么不能用思维呢？为什么是从从容容？这是儒家的用语。为什么从从容容中了道？从从容就是他定位线前了他自然就记住了，就相应了。比如说，什么叫从从容容动了道？我这样一讲，你就听懂。五祖大师呢，要传法给弟子。 叫他们所有弟子要写一首记忆出来，大家想了半天呢，就推那个所做和尚呢，神秀大师来写。神秀大师写出来以后呢，他写什么呢？身如菩提树，对不对？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佛事，勿使惹尘埃。他是用，他是有悟哦。 但是呢，他就境界没有六祖大师那么高哦。但是呢，神秀大师也许的他是视线，他写出来以后呢，他写在这个纸上面呢，他在书的疗房外面呢，他写在那个南南廊的那个走廊那个回廊上面嘛，他就在那个书屋门口这样走几次呢，走十三次，怎么由于？ 到底要学还是不学？要学还是不学？这就是勉强啊！这个就听懂了，对不对哈、哦？这叫思维啊！这就写上去了。他说：“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身体像这个菩提树一样，心呢就像那个镜子台，那个镜台一样。树树勤佛树，上面有灰尘嘛？雾属所存在，要让它掉灰尘上去嘛，那镜子就很很明朗了，对不对？” 那么小沙弥就过来就朗诵了，朗诵以后呢，老和尚就出来了。五祖一看，嗯，这没入门，因为他书开悟了，书一看就知道了，所以从从容容种得到啊。这个你可以去眼里对待啊，书马上一看就知道啊，开悟了就是这个境界啊，所以叫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 所以是是说，嗯，拿香祝拜，拿香祝拜的意思是说，你依到这个记忆下去修行，可以得到福报。这个意思，因为他没有入门，就是他没有入心地法门嘛。开示误入，我刚刚讲佛一大士一年开示误入佛之佛见嘛。神秀大师只到门口，没有进来，没有入门。 没有大彻大悟的对就对了。好，小沙弥就朗诵，朗诵到后面舂米黄器啦。那六祖大师在舂米呢、啊，他六六祖大师不认识字啊。那小沙弥说，一样摇头晃脑说：“哎呀，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”六祖大师一听，嗯，这没这没见信，你看跟他书讲的一模一样啊。六祖大师在五祖那坐下，他从来没有去听过。 一次的金，他说在后面八个月都在舂米啊，在在大寮，我们现在在做香鸡，在煮饭给人家吃啊，洗菜给人家吃啊，对不对？大菩萨都这样示现，在这个大寮啊，香鸡寮啊，那那个六六祖大师就拜托那个有一个当官叫。 张字用别驾，别驾是一个官名，啊，像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科长啊分机长，这个官官名呐、啊，哎呀，那你帮我写上去好不好？哈，那小沙弥还笑六祖，他说：“那你会吗？对，你也会写字呀，啊，你这个葛亮会写字呀，啊，那個、六六就六六祖就就练给那个张别驾写。” 菩提本无事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一物无一物是什么东西？你不起一点点的烦恼，没有执着，哪里有尘埃呢？尘埃就是烦恼啊，这叫入门啊。这叫“重重荣荣种种重了道”，这样各位就听懂了、啊。如果我用儒家讲说“重重荣荣种种重了道”，各位可能听了半天说。 他也很从容啊，可是他并没有相应啊，这个意思是这样啊。那不用思维，不用勉强，国伟将就恍然大悟了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开悟以后的境界呀、啊，他们禅宗讲啊，入五凤塔，就是那个塔里面进去啊，里面没有一个凤秘密，这个很圆满的，这个意思，啊。 所以呢，这个呢，这个在《大圣启示里面讲：事故一切法从本以来，理言说相，理明智相，理心言相，毕竟平等，无有便利，不可破坏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所以，真如我们的自信呢，它是离开言说的，离开明智的。 离开心念，所以你背了半天，啊，背了半天，你读了半天，你要有所悟啊。所以他离开言说啊，离开名字啊，离开心源啊，好，我我上以前有讲过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呢、啊。我刚开始在学讲那个《三藏上位报经》的时候，《三藏上位报经》的下卷是讲理，讲实相。 上卷呢在讲你沾什么轮木轮相法，对不对？那上卷很简单呐、啊，是讲四项很简单呐、啊。啊，讲到下卷讲实项，我我第一句话就卡住，就讲不出来啊。离开，我也做很多笔记啊。离开言说，离开云志，离开心缘，心缘就是什么？我们会有分别执着啊，我们会有起心动念啊，如果你有起心动念、啊， 你有这个第六世的分别，第七世之着，你永远讲不出来。那我以前不是讲过故事，以前佛陀教基金会的简凤文老师去嵩山协佛社讲经啊，讲普文品啊。那第一天讲的时候，讲的非常的欢喜、发喜充满了、啊。哎，两个蜡烛就结得灯花设立啊。 那年友就非常的惊讶，站说：“哎呀，不得了，老师你讲清人，龙天护啊，永永护啊，绝对是灯花受力。”老师一看，哦，对哦，就真的灯花受力啊，好了，就起了执着了。第二次去的时候，老师也准备很多讲义、很多资料。第二次在深处的时候呢，急得满头大汗，一个半小时讲了半天呢，讲得词不达意。 结束下来以后呢，也没有法喜充满，也没有灯花设立。为什么有明字相，有言说相呢？有心念相啊？什么叫心念相？你有我所的嘛？我能说的我所说的话，你心有对待，有我所，有能所对待，你就起执着了。有执着就更烦恼。所说的都是什么？都是你的我，你的我的自见。 不是佛之佛见，是个人的一些啊，这个新意识所想出来的东西。所以老和尚常跟我们讲，我们刚刚开始学讲经的时候，复讲。什么叫复讲？就学古人所做的注解，祖师大德所讲过的开示，你重新再把它讲一遍。你讲久了以后呢，你讲一遍两遍。 讲了无数遍以后呢，你自然就会慢慢的相应，慢慢的切入。啊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行“胡郭”这个“胡郭”呢，就是外城，就是一个城门，就是一个屏障。啊，它原来是出在汉朝杨雄呢，作为一个学问家呢，他的有一本书里面讲的呢，“正风淋漓，然后知下物之为。 啊，这一个冰猛，内政内事呢，能够知圣人之为福国也，从这个地方出来的。就刮大风下大雨呢，你才知道那个大房子的好用。它是一个给你保护，冰猛就是啊，有一个覆盖的作用，你就不会去被风雨淋到。那暴政内事就是这个世间很苦啊，这个暴政呢。 啊，让人民很苦，大家知道圣人呢是福歌呢？福锅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屏障，给你一个指引，这个意思。那鼓手呢？鼓手就是舜的父亲，啊，倒不是说是他眼睛瞎的啦，就是说他比较没有智慧啦，所以有眼睛呢，但是他不认识呢。前面是一个圣贤，很愚笨，哈，所以你你会以为是鼓手是一个眼睛。 瞎了老人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啊，就表示舜的父亲呢，不知道舜是圣人、啊、这叫鼓手。那习心呢，就是我们的习气；假老呢，就是如果乱命，就是啊，被谬的荒谬无理的命令，何堪呢？这怎能忍受？那挑动呢？是挑拨、波动；赌智呢，就是身后。 真诚，造就是道。好，那这一字句解释呢，我们就解释到这里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讲这一段的白话啊。圣人谈到孝道呢，都认为不是一件小事情。礼记上说呢，尽小孝用力，尽忠孝兼劳心力，尽大孝就要永远不匮乏。 孔子说到舜帝的大孝，就称赞他呢，他德行呢可以作为一个圣人。那么他的大德呢，就可以承受上天所付给他的使命。这分明就是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，舜呢是完全是他用他的天性呢来侍奉亲人。 孙为什么可以施用他的父亲、施用他的母亲，还有他那个傲慢的弟弟呢？他是因为他用天性，就是用他的这个，我们现在讲，就用他的自信、跟他的智慧、跟慈悲来施用他的父母跟弟弟。啊，以天事亲了，你用这个天性来施用你的父母亲，稀晓得亲是何物？你要晓得呢，亲是什么东西？ 好不是指一一团血肉之亲，啊，不是只有我们这个身体，是指我们这个身体。啊，我生以亲者是何物？他是说要去探讨我从亲人身上所生下来是什么东西。我生以亲者是,是我人生的是我生是意思是这样，不是指这一个血肉之妻的我。 不是一团邪的自我。那么，如果这一段用佛法来解释，说，父母亲生了我，我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我们如果是凡夫的话，我从业力来的，我跟父母的因缘来的。所以，广进老和尚问有一位弟子说：“你从哪里来的？”他是住在台北县土城，他跟师傅讲说呢：“我从土城来。”然后广进老和尚头就滴滴不说了。 你要跟师傅讲说：“师傅，我从无名来的，那就对了。我生理亲者是何物？我从哪里来的？生从何来？是从何去呀、啊，不是一团血肉之气呀、啊。我们生下来这个身体是夜报之身呐、啊，有血有肉，这个是夜报身呐、啊，是带着业力的人间呐、啊。所以印光大师说是投业而来的了，来赏这个业债的。我们弥了以后造了很多牲口业业嘛，来赏这个业债的。有些是来报恩来的。” 有些呢是跟父母讨债、还债来的；有些是来跟父母呢报恩报怨来的。因果不同，那视线的因缘就不同。所以不是这个血肉而已啊。言是眼，脱脱光亮亮啊。我们如果没有米的话，我们的觉性，刚才我已经解解释过，眼脱脱光亮就是光亮就是智慧明朗啊。 何其自信！何其自信！本质清净呢、啊，光亮亮的、啊，本来是光明的、啊，本来是圆满祭祖叫圆陀陀啊！好、啊，大家坐一块的，心也是这个，天地万物也是这个，什么意思呢？父母亲的，大家都是一样啊，全世界沙婆世界众生都一样啊，蠢动喊你也是跟我一样，都有这个决心呢、啊，大家坐一块啊。 今也是这个，你的父母亲也是有这个决心呢、啊。你的六亲眷属也有这个决心呢、啊，你的兄弟也有这个决心呢、啊，天地万物也是这个啊。天地万物也有这个决心呢、啊。父母生我一生，要把生所有的必罗哦献出父母。父母生我们，我们要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我们这点心，我们都要供养父母。 必有就是你要全部奉献，啊，全部奉献给父母，方式孝是，这样才叫做孝顺。如果你只用力用脑，你可能是用服务就是劳动，你可能你是有这个用这个力量去孝顺父母，用力用脑，把那个出行像服饰。 你只有去侍奉父母亲那个外表那个身体的粗形象，是外表那个形象。你只照顾父母说啊，让他衣服穿得好，让他吃得饱，对不对？让他睡得好，这叫做把那个粗形象服侍。你是照顾到他那个父母亲的身体了。哦，一点空灵真骨血，空灵真骨血，这个是儒家用语呀、啊，用我们的佛家叫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觉性呐、啊，我们的那心性呐、啊。 你只照顾他那个外表的粗形象的身体，而把那个一点空灵真骨血，就把他那个灵性迷了以后叫灵魂嘛，悟了以后叫灵性嘛。你把他那个灵性呢，无边宝贝，他为什么叫无边宝贝？我们佛家讲叫什么？无量的智慧德能啦、啊，无量的宝藏啦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啦、啊，这叫无边宝贝、啊。 啊，这儒家讲的很有意思，无边宝贝。为什么叫宝贝呢？因为它是珍宝啊，宝藏啊。你却是把父母亲的这个灵性、这个觉性呢，这无边宝贝呢，你把它抛下不管，也就是你没有度你父母亲呢、啊。你只顾你自己学佛啊，啊，你没有把父母亲度来学佛啊，跟这里一样抛下不理，哈、啊。可谓孝子乎？剑客教做孝顺吗？ 可以叫做孝子吗？我们侍奉父母，要将父母的一知一解，一念一动，乃至于剃度积障，我们照顾父母的身体。父母亲的一念一动，他一动，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，周文王如果吃一短饭，他的儿子周武王就吃一碗饭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周武王看过周文王照顾他的父亲王季嘛。 王王继在当皇帝的时候，周文王一天要看三次啊，问那个那个官的内侍，就是说，今天早上父亲怎么样啊？今天中午怎么样啊？今天晚餐怎么样啊？那端菜给父亲吃，菜冷了他就跟那个内侍说，不要端上去了。周武王学到这个孝顺的道理，一样这样孝顺他的父亲周文王。周文王吃一碗饭，他也吃一碗饭。 周文王身体有点不舒服，生病了、啊。周武王这么孝顺，十二天病就好了。十二天不不药而愈啊，这是里面讲的，一知一解，一念一动，乃至于剔透，父母亲啊，他吐痰，啊，激杖他的桌子，无不尽情承奉啊。而父母一点空灵真骨血无边宝贝，你接抛下不理啊。 你雇人照顾他的这一举一动、剃度、记账都照顾得很好。如果你他的亲信，你没去给他照顾他的心，这可叫做孝子吗？所以才要说大孝啊，所以要顺亲养志啊。你要顺父父母亲，要养他的什么？养志什么？要让他也能够开发他的决心，开发他的智慧啊，叫顺亲养志啊。顺亲者，顺他林妙之亲呢、啊。 我们最亲的人是谁？我们家中的眷属都是跟我们因缘合合的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所以，当你离命中的时候，你的、你的你的国城、你的车马、车程、你的值眷都会离你而去，唯有愿往相随。这是普贤菩萨《亨严品》里面所讲的。最后谁陪你去？你的决心呢、啊？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亲人啊，我们的至亲呢、啊？ 这里讲的顺亲者，顺其灵妙之亲呢、啊。你要照顾他父母亲的决心呢、啊，你要去救助他处理三路道啊，处理六道啊，出三界了生死往生净土，这就是顺其灵妙之亲呢、啊。顺其先天未婚之亲，因为你开发智慧了，就不会分别的嘛。好，其古末前世宗者为亲也。 我们如果沉沦在这种情子分别里面，情世就是情子分别，那为亲，不是说他是假的亲人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是只有这一世而已啦、啊。他不是真正的那个，他只是跟你一年后今天半年当父亲，他半年当母亲呐、啊。养字呢，你要养他大公之志啊，大公是什么？就是天下为公啊，那就是什么成佛成法身啊。 开大智慧啊，成为大菩萨、活菩萨，就是养其大公之志啊，养其彻地通天明包民，以物之志啊。你你开智慧以后，就像佛陀一样啊。他告诉阿兰说：“我们要超度七世的父母啊，七世代表无量啊。那么田长者就是我父，田六者就是我的子女啊。” 取妻可形害终者为智也。那个身体啊，那个骨骸啊，那都、就是，你只照顾那个身体，那个不是真正的孝心啊，就为智啊。然要顺心养智，又需要诚身。你顺心养智，还要要真诚心。所生所起，明善之身，你能够明白这个至善的道理的这个身。所及达德，我们刚才已经讲，达德是智人永善达德。 我们如果佛家讲叫戒定会三学，达到就是五常。佛话讲的五戒，对,对仁义礼智信。儒家讲的这个五常对照佛家叫做五戒嘛，所以叫做达到嘛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只是尽心尽力的去奉养、着眼饲养，你能够很好的这个。 脸色的奉养，啊，这个是为照顾为生的、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你要不然你就是要尽力去照顾奉养，和眼柔顺去奉饲养，只是养到这个为生，就是毕竟它只是一个啊这一世的身体而已。所以你能够体认你的真身，才能够去认识你的真亲。所以说呢，不让法性真真诚真诚显现出来。 就不能够真正做到顺亲，所以曾子的身体呢，和曾曾元的身体便是显然不同，所以他们所侍奉的双亲呢，当然也是不同。现在以舜帝的孝顺跟王祥的孝顺来做比较，王祥的孝顺可以说是真诚、尽孝不遗力，可是呢，他跟舜帝比起来，舜帝是不思不勉的，他自然的心孝，他的孝顺呢，哈，是跟王祥是不一样的。 如果说王想孝顺跟顺是一样，那王想就是顺啊，因为他们的德行不一样啊。王想的心量呢，还没有法到圆满的地方啊，所以尧舜之道呢，孝悌而已。所以大致来说呢，大舜是从他的灵性上、他的本性上去认亲，王想是从形体上去保护他的双亲。 大舜呢，看到他的父亲呢，哈、啊，就像看到一个至神、至圣、至人至此的本性。父亲要杀他呢，他认为他父亲是因为受到习气的影响，他原本的真心呢不是这样的。舜呢，是从这个角度呢去认他父亲的真身，好、啊，去去原谅他习胆的恶心，去把他真正的至神、至圣、至人至此的父母的真心呢，他把他。 他父亲呢，把这个本性呢，他蒙蔽了，所以呢，他顺是为什么被称大孝从这样来的？所以王想卧冰得雨呢，是孝亲的事，固然是很好，但是呢，他只是一个情绪上的父母而已，所以王想的名声呢，成就呢，就赶不上于舜于舜的这个地位，因为王想的体悟呢，只是到此为止。 但是呢，跟这个大顺呢，他这个自信呢，跟自信不一样的，他他们在这个他领悟的这个层层次上是有所不同的。这样各位明白吗？所以他特别用王祥跟这个舜呢做一个比较。好，那么舜他的父亲、他的母亲、他的弟弟这样欺负他，可是舜呢，他把他的父亲、母亲跟弟弟，他们认为他是他是。 就会对待他这样是他们的恶心习气，可是他们的本来的那个真亲呢，本来那个真心呢，跟我都一样，都有这个佛性。那王想呢，他领悟到的层次呢，就没有到这个境界。他只是说，他母亲要要吃鱼，他就把衣务解开，握到冰块上，拿那个鱼去供养他母亲，他满足他母亲的这个身体，这个叫为生。 那如果你从他去原谅他父母亲，就像舜一样，那个就是，就是真身，就是真亲真正的亲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讲到这里。哈，如果讲的不妥之处呢，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。阿弥陀佛。